而这个答案可能很多样性。比如说我自己的感觉是说 Crystal 的这件作品最可贵的在于一直到现在很多地方的人都借放他这个东西的影片在讨论说加州本来是没有水的，是一个沙漠，它是从很遥远的科罗拉多河引了水源来，而加州今天的富有洛杉矶这些城市的出现是因为它这个环境里面从另外地方的水源上的一个引导。好，很多人就在讨论说在这样的一个农牧区里面环境保护的重要，以及 Crystal 曾经拉了这条布去说服了很多很多当地的一些大的农牧的场主，这些地主如何使他们可以共同有一个对水源的了解跟尊敬。好，所以这样的一个东西最后这个艺术品消失了，在1977年一个礼拜，它存在一个礼拜它就消失了，可是它留下来的是更多人对于自己本身生存环境的思考，自己所踏的这个土地的思考，以及文明究竟是什么的思考。哦，我不知道这样解释各位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它很可能是一个新的艺术形态，因为艺术希望它不是商品，希望它不是一个个人的炫耀，那么艺术可能是什么？我们说艺术是为了审美，可是今天走到一个大的拍卖市场的人，有几个人是为了审美呢？我们其实也很怀疑了啊。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是很矛盾很复杂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可能会存在着各种对艺术不同的再反省啊。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Joseph Beuys 的东西，看到刚才介绍的克里斯多 Crystal 的东西，那么叫做装置艺术，叫做环境艺术，它越来越扩大它自己跟人类文明之间的一个对话关系，而不局限在画家只是画画，只是做雕塑，只是把自己的东西送到画廊或者送到博物馆，而希望他的所有的作品进到人的生活的内部去，进到人的生活的内在的世界去，跟人发生更密切的关系啊。因为上次各位看到就在上一个场次普普艺术就已经要求艺术在这样的一个商品化的过程当中不能够逃避消费形态的问题，他必须关心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上次看到像Andy Warhol 普普艺术里面最重要的艺术家，当他去不断地把这些资讯媒体里面的人物的形象做符号的重复的时候，忽然会感觉到一种人的迷失的问题。那么这个悲哀的贾桂林，这个性感的玛丽莲梦露，最后一再重复以后，会使人发现性感也可以包装，悲哀也可以包装，也可以包装。那么也许今天打开一个报纸的头条，看到一个被枪杀的警员的太太的那样的伤痛，其实我们能够参与多少那个伤痛，也变成艺术家忽然觉得很怀疑，因为在机器里这张照片是不断被复制的，电视上也出来，报纸上也出来，而最后究竟这样的一个图片所在这个城市当中引起的真正人的震动有多少？我想那个部分很可能是 Andy Warhol 真正想要问的，说资讯媒体已经复杂到这个程度了，而复制这个效果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是不是最大最大的伤痛都可以变成一个新闻消息？比如说这样的一个照片在那一个刹那去拍它的时候想到的又是什么？包括我自己去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有时候非常奇怪，那个快门按不下去。我曾经有过几次这样的经验，为了那个目的采访，你可以抢到说，好，我立刻发到报纸上的第一手的资料，可是忽然按不下去了，忽然觉得那个时候我不要拍这张照片，我好像要做的是另外一件事。所以我这样的意思说，不知道各位可不可以了解，作为艺术家的创作者的部分，要表现自己的创作艺术的部分，跟作为人的部分，其实是矛盾跟冲突的。就是那个美国的一位摄影家 Eugene Smith， 当他到日本去采访那个水银污染病的时候，看到一个肢体残废的一个孩子被母亲脱掉衣服在洗澡，他是按快门的时候，他说他自己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对焦，焦距没有办法对准，他说他整个的那个眼泪使他没有办法对焦，那张照片变成了一个焦距不准的照片，可是是现在摄影史上非常动人的一张照片。就他说他那个时候忽然觉得他自己所有属于技术上的摄影家的那个部分已经没有办法克制，他觉得在人的面前一个母亲可以把一个那么成年的儿子那样好好去洗他的身体啊，那种人的亲情的照顾。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我特别希望谈的是说，现代艺术绝对不是光怪陆离千奇百怪的东西，现代艺术在千奇百怪面对科技的变化过程当中，它真正要找的恐怕还是人的那个最真正本质的东西啊，属于人的东西。
所以 Crystal 的那个刚才讲37公里的拉布，常常会被渲染成是一个为了表现技术、为了表现个人的这种观念或新技巧的前卫艺术。可是我不觉得，我觉得在背后我读到的资料是他通过了这么多对于人的说服，说你们对于土地的珍惜，说服了环保局对于这些当地的农业的耕作者如何去爱护自己环境的问题，最后去拉那个布。那个布不重要，那个布只是一个象征而已，这个布拉了一星期以后就会消失的。可他希望借拉布的这个努力去结合很多人重新去认识自己的一个环境。好，我想这些部分里面常常是在台湾谈现代主义的时候有时候会忽略的问题，因为我们只看到了最后的形象，而没有看到现代艺术常常重要的不是这个形象，而是背后的这个思考，啊，对自己整套环境的一个大的思考的问题。所以很可能等一下各位会发现，在所有提问题的过程当中，它就不是一个问题跟答案的对立性，而是问题跟问题本身的互动性。很可能各位问的问题，我这边跟各位互动的也是问题，啊，也会是问题，甚至我会很感谢各位提了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我可能没有想过，啊，因为我感谢在现代艺术里面别人提供了我一个新的思考的问题的角度，思考问题的角度出来。好，我想这样子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相信现代艺术跟一个社会的开明、一个社会的开放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它其实提供了一个人可以说各种的体制，在人类存在过的体制，它都可以有它的发源权，他也都可以说他自己要说的话。而重要的是说人有没有健康的能力去思考自己要什么，而不是说那个电视跟资讯是帮你已经过滤过的，他不帮你过滤，他越来越相信你们比这个发言人更强，你的思考是比这个发言的人更强的，你更丰富的，而你判断力也更多的。好，这样的一个东西在这里存在的时候，他的社会的形态可能跟一个单一的社会的形态是非常不同的。而今天在台湾有非常好的条件，它越来越开始往这个多元化走，大家开始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反正就是那样子啊。过去觉得不对不对不对的一切事情，现在可能开始觉得 OK， 它也可以作为存在的一个事例，那么我们开始尊重这些事例它的状况。所以人的那个态度一直在改换啊，一直在改换。我想这个是可能近十年台湾很大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样的时机里面，我觉得我们谈现代艺术才可能有意义。我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上一个场次我们介绍了美国的一个艺术家 Jasper Jones 的那个国旗，还记得吗？好，那样的一个东西如果十年前讲，我就不知道我要怎么讲它，因为它其实是对于一个这样的一个种族符号，其实也不是种族符号，一个政治符号的一个反省，说为什么你这么相信这个东西。他并没有说你一定不相信，他并没有要你一定不相信，他只是说你相信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他用了各种的方法，报纸、碎报纸、油料去混合，去做出那个东西，你觉得啊，这是美国国旗，可是再看它不是美国国旗，它是一堆东西组合出来的东西。你说的那个美国国旗只是外在的一个符号，里面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没有被看到。好，可是我在想说，如果我们在十几年前，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台湾要怎么介绍这个作品，因为它的本质并不是要画那个国旗的意义，它只是直问说，你那么相信的符号，你能不能更去为它负责一点的去思考？最后你结论说，我要拥护它，我要背叛它，我讨厌它，我喜欢它，它都不管，它都不管，它只是要你对这个符号不要这么快的就是非勾了或选择勾了，啊，它是一个思考的过程，它觉得那个思考过程比结论要重要。所以讲那个旗其实有一点反讽，说怎么那么快就认同了，让这个认同的过程久一点，困难一点，所以他最后得到的时候他有一种珍惜，那个才是真正的人最可贵的一些东西。我想我用这样的方式可能试图把这六个场次的现代主义结合起来，因为这六个场次从1874年这个年代定缘，我想参加过第一个场次的朋友都记得，因为1874年一开始就是法国大革命以后最早的一次对于人知性上的寻找，就是叛逆，就是落选展，对于单一权威的叛逆才开始了西方现代主义。凡是服从于那个权威，或者是对于那样的一个权威毫无意见的，一定没有办法真正知道现代主义在西方社会里面扮演的角色，因为他认为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个人，各位或我都一样，比艺术品都重要。
你的思考比他们都重要。如果这个东西帮助了我们去使自己思考的过程更丰富，那么它才有意义。如果没有，那么我们在他面前膜拜他或者是去骂他，其实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现代主义真正可能最本质最本质的部分。这里是艺术有声大学互动研习系统，本讲次 A 面已结束，请继续使用 B 面讲次，谢谢。